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，相信司法会勿枉勿纵，一定能够还我清白。我也100%的会配合调查，对于我以及我的先生有100%的信心。我这辈子从来不认识林余伦，更遑论他的妻子。我只有曾经在他的脸书看过他多次对我的批评，所以我跟这个人不仅是不认识，也不想认识。所以他所说的内容我毫无所悉，我取得的录音档也非来自于林七，更非来自于刘妈妈，是来自于刘向杰的朋友。因为当初看不下去温朗东先生，他只以脸书的内容就说刘向杰没有被家暴，才提供了音档给我。那经过他授权的部分，我才能做播放。再来，林余伦是否有替我打选战，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，要如何知道他有没有替我打选战呢？不管是林余伦，或者是杜秉辰，或者是刘向杰，只要犯法就绝不宽待，应该从严判刑，这就是我的立场。